各位听众们平安。好，今天呢是属我们属我们神的日子，今天的复活节，每一个青年的青年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是一个很充满祝福跟恩典的日子，所以呢我等下呢就一起起立来赞美我们的神。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往前哈，可以不用尽量把那个中间的位置把它补起来哈。那在我开始之前，我还是先做一个安静祷告，安静下来。在他们身中，谢谢你，主要谢谢你不让我们齐聚留在你的面前。主要今天呢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也是属神的日子，在你的当中，让我们留一颗热情的心、火热的心在你面前赞美敬拜你。主要谢谢你，主谢谢你能够带领这些过去来到你面前，与我们同遇，与你同在，在你面前要更大声的敞开我们的心。与你一起跳舞、欢唱、敬拜你、赞美你，主要谢谢你。来这样祷告，你是梦就寻求，阿门。好，那也可以的话，我们就一起起立来赞美我们的神。Anymore
Thank you.
每一个家属都因这件事情，因你的力量，他们都能够翻转他们的生命，他们都能够重拾那一个恢复生活的一个儿女的一个身份。主啊，求你能够亲自的来观看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们，求你亲自的来带领跟医治他每一个人。虽然我们没办法到场帮忙，但我们能做的就是祷告，更多的祷告。主啊，这次意外，求你更多更多的与每一个人同在。愿主啊，你是医治的神，主啊，你是恢复的神，主啊，你是信实的神，主啊，你就是一个充满爱的神。主啊，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你用你的爱浇灌我们每一个人。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在这个时候，在最后最后的用这首歌，我们来赞美他，因为他的大能，他那无私的爱，牺牲的爱，我们才有现在这个现在的我们。一个很爱神的我们，一个用基督的心去爱每一个人的我们。所以呢，我们再把这首诗歌更多的献给我们的神。虽不见你，主。躺卧在青草地上。
诚的心在你面前，在这个特定的日子，这个重要的日子当中，我们齐聚一堂都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也求你保守着每一位会众，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也把今天所领受到的祝福跟恩典也带回去，然后也可以呢，传遍每一个他的生活周遭的每一个人。主啊，你要因他，他的生命都要改变，每个人都要因为现在在场的每一位人，他的朋友们，他的家人，都要因此因为你的名、你的荣耀、你的大能，他的生命都要完全的被翻转。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主啊，你是我们的阿爸父，我愿一生一世的跟随你，愿一生一世的为你服侍。主啊，谢谢你，我们将这一上的敬拜跟赞美，还有一切我们的所有的呼求跟祷告，完完全全的、毫无保留的、毫无私的献上在你面前。谢谢你，还将祷告乃是奉主圣名求，阿门。将荣耀归给神。在圣经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罗海达虽然发达时发达时木人有说话罗海喊我他可不归马达路可不哈达马斯班子发达时有说话，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的神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阿门。巴达是有说话，有说话。今天是不敢忙阿里跟来，是不问侬。伊阿别是喊你噶不弄啥物咖哩，跟别呀跟阿拉们，伊阿跟我侬，伊阿是跟侬。亚撒母撒说阿拉伊侬哦，亚古都马老说头人家不个我去苏南母撒阿妹泰卢德族信仰之母吉旺经历三次的婚姻，三次婚姻的挫败导致吉旺的人生完全失丧，想要寻短。是个八月七号年哦，唔得落木山十几分，阿吉马路干呐，我哒唔得阿达尼，唔是话呀，哪个被辜负呐？唔得干少，我哒唔好跟个人同安呐。之后收到花莲港教会李水车传道夫妇的安慰，他开始研读圣经。你看今天这样。不拿阿不拿好人家里过，不拿人家里不是多么事，也喊那是不要去的农民，都把阿黑家什么都还属养把他死的。1924年，在花莲港教会由刘俊成牧师施洗，成为台湾原住民族第一位基督徒。比他比1924年西打，牡丹。所谓西亚噶，是八一九王尼，
wana hayaka la alai bi ma'a kristian。日本时期严厉禁止福音传入原住民族部落，受逼迫的基旺为逃避日本警察的监视及逮捕，他利用夜间、丛林、山洞，或利用族人上山工作时，在山上带领族人聚会做礼拜。比当地吉诺安尼好西达哦，阿那亚巴格拉根别什么多罗格马鲁咖喱咖。白酒呢？哦，伊呢技术呢，人呐唔比阿比卡是那黑样啊。阿那个恩曼，不不有，那很木，那很傲，不不灵的很的基亚。穆萨格曼巴卡设计好，那阿那是斯里加纳呢，唔是乌布塔布古都很巴老。他的勇敢与坚持，因此影响了泰鲁格族人的生命。现在，让我们一同来回忆白吉旺的脚步。白吉旺呢？你个，伊有那阿吉乌萨什干古个伊达拉基德鲁古，代表马哈斯那希耶稣基督徒个拉基德鲁古。阿西达布鲁达宾白吉旺，当你咁衰，沙呀，苏布达格米达唔达安白吉旺呢？唔达啊，你记得打开唔别呢哈？
请问发生什么事了？
是真实的，我将永远跟随你。里面有拒绝的，里面有未知的，
里面有恐惧的，但是希望巴伊他不放弃，因为他知道有一位爱他的神，他愿意为了他传福音，不仅存在他的部落里面，更是在族人里面，他有他的信仰的坚持，他爱神，他愿意为神来传福音。快放弃吧！
考中大师呢，不会救你的，放弃他，继续好好生活啊。
受。So， 阿雷拉，阿西拉，谁谁？你叫我你说。阿雷拉，妈的，其他不多一个。それを探して。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耶稣，我爱你。
纪念教会，则是纪念威朗达古高天。
阎王牧师于1997年改名，其旧称为水源教会。罗梅花、拉拜哈伦、吉旺伊旺之养女，吉旺在卡拉湾做起生意时，拉拜哈伦则在旁协助。吉旺传福音之时成为助手，从一开始听到福音就如获至宝似的，将之深植在内心，并竭尽所能协助吉旺。他们的脚踏遍了许多山区，将神的福音传遍每一个地方。周玉叶、吴都醒与韦朗达姆同为日治时期协助白衣吉旺在各部落传福音的重要帮手。1946年吉旺逝世以后，继续往更深远的部落寻找扮演的初代使徒的角色。古墓纪念教会就称崇德教会，即在纪念古墓吴都醒、周玉叶女士，于2009年改名。他于1986年封他为名誉宣导师，于2000年7月17日安详主怀，享年106岁。头当罢了，本来好秘书，不该户外暑假，时间难免多。再说，圣巴鲁纳米需要行安书，比达安纳更多。再说，阿基纳米达阿达咖喱书，好大行安书，能让需要咖喱。再说，不书不门难，格得吉亚咖，好外书尼，格那阿基书。带来复活节诗歌《牺牲的爱》。感谢他们说：“这是我耶稣基督，我的母都是把很给人家黑的。”圣子成为赎罪。
经过属你，有我的战胜。